零一世界很糟糕，幸好我可爱。零二不讲道理，我向来了有趣服人。零三没理还得争三分，得理为什么要饶人？零四对世俗投一把眼，但又不奈何与其同流合污。零五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零六原来浮生万物里，所有的重逢都不如初遇。零七三观不同，互相尊重。零八来时不惧风雨，去时何谓人言。零九你吃不到的葡萄，我吃了特别甜。十代人友善是修养，独来独往是性格。十一好看的皮毛肉体出轨，有趣的灵魂精神劈腿。十二命运让你成长的时候，总会安排一些不顺心的人和事来刺激你。十三你走过的路都会变成你的气质。十四像失望和委屈这种东西藏在心里就好。十五如果快乐太难，那我祝你平安。十六你的一句陪我走，我丢掉了烈酒和自由。十七下次见面谈笑风生不动情。十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